各位姊妹，摸清底牌啊！我同你哋讲下点样行运一条龙。PG 系边个啊？PG 就是今年满65岁或者以上岁数的人，同埋1987年之前成为新加坡公民。嚟紧嘅9月之前，你就会收到你嘅 PG 卡。佢咧就好似系你嘅清心丸。你去 polyclinic 或者系政府专科睇医生，原来有津贴嘅医疗服务，仲可以再扣50%。而私人诊所只要有贴 charge 标签都有津贴，政府会根据你今年的年龄给你200至800元填补你的保健储蓄户口。你可以用这些钱看医生、给医院费或者给保险费。那这个呢就是九子连环，即是说呢今年7月开始年年都有。PG 将获得终身健保保费特别津贴，有了好的保健配套，人生就好像花满楼冇得顶，就好像13U啊！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是符合资格的 PG 就会自动得到好处了。如果你有疑问的话，可以打这个电话1800-650-6060，发祝我们建国一代身体健康富贵快乐。以上信息是建国一代配套工作小组通过958城市频道贴心带给你的。